我们接下来要介绍马里欧。萝卜欧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立新人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天安娜。Hello。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？这是马里欧的惊喜蛋哦。它总共有13种，然后再加一个特别的哦。那我们这次有8个，1人4颗蛋，拆开来看看吧。哦，粉红色的耶，好可爱耶！可以开始拆喽。好啊！啊！啊！哦，我最想吃的到了。好，它这边总共有13加1。有这么多种图案哦，前面3个是马里欧，然后再是绿色的，然后再是公主，女生有2个，然后这边是恐龙啊，香菇，还有坏人，还有这个猴子，放在这里哦。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拿到什么吧。第一个拿棒球的马里欧，一起打棒球吧，他长这样子哦，可以打喽。好，第二个投手，问你，穿着黄色衣服的投手，大鼻子好大，肚子圆滚滚的哦，好，这样子，我们拿球在这里耶，准备要投球喽。我们人就不喜欢。那再来是这个打击手，我和胡子好翘，穿那么高，紫色衣服，然后，可是我想着他的胡子会掉，是哦。好，再来是玛丽兄弟的好搭档，这是在玩滑板，爸爸用错了，哈哈哈。来，哦，他快要跌倒的感觉，好厉害，爸爸你会吗？只是表演特技。来，这2个是一样的，爸爸用错了，没关系啊，这样也可以啊，这样也很帅。来，换公主。这是漂亮的公主，她在打网球。是姐姐最喜欢的。嗯，她穿超短裙呢。因为姐姐很喜欢她。这样子。好。那打网球一个人很无聊嘛，所以还要一个人陪她一起打。恐龙来喽！她长这样子。哎，她的龟壳好小哦。噔噔。好。再来是玛丽哦。他是在踢足球哦，跟前面第一个不一样。对呀，很可爱吧？哎，这样还不错哎，我们拿到2个那个玛丽兄弟，人不错吧？好，可是差一个玛丽兄弟可以飞起来。打球 ，biu。打球了，好，来，哦，我球，飘，啊，1分，换下一个吧，打击者，准备了，打球，哦，魔球，哈，啊，好球，飞半落空，嗯，我选一。今天的出奇蛋好玩吗？好玩，喜欢的可以去找找看哦。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